出去吃啦，王奶奶。唔好俾佢走鸡。 钱在哪儿？我认识你二姨的。我要鼓一个保镖。红龙可不是好惹。嗨。我有点饿了。一分钱，一分货。 奶奶，你欠过他们的钱。你要 money order 还是现金？现金。钱在哪？我听说您最近赌运不太好，是吗？那为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总是发生？ 你个流年运系仲系好噃。